其实我挺喜欢自己份工的，因为帮到人我觉得很开心。前面有落，谢谢。这一份工给到我满足感。真的不好意思，阿婆论尽，你昨天说一日两次，一次两粒啊。嗱，关婆婆，其实呢度写住咗噶啦，不如我写清楚啲俾你啊。好啊，记住啦，系每日两次，每次两粒，记得饱肚食药。你真系好人士啦，拍拖未噶？喂，我有个孙仔啊，好靓仔啊，谂下啦，真噶。其实咧，我以前唔系咁噶。系咪黎星屋企人啊？系啊，请问边位？呢度急症室打嚟，你爸爸入咗医院。作为药剂师，我一直以为只要对症下药就可以药到病除。你爸爸好耐冇食过预防心脏病嘅药啦噃。阿咩啊？我想问收货。哎呀，我做紧嘢啊，再讲啦，拜拜。现在就没什么事，不过你好好照顾一下他。病人其实不单止需要吃药，更有效的药方叫做关心。哇，这个过晒期的了，不再吃了。我终于明白，作为一个专业药剂师，最重要是了解每个人的需要。不要再成日打机了，不如你试下少食多餐啦，咁就冇咁易作呕作闷噶啦。我个肚好翻啲啦，我特登攞咗个榴莲俾你噶。我先仔啊，靓仔咧，好叻仔噶，又靓仔。